次的这个演出是其中一个艺术家，叫做 Maria， Maria Theresa Alves。然后他这次的新的艺术，其实因为他关心台湾艺术的议题，他希望可以有权，于是除了专展啊、展览、艺术馆展出之外，可以在台湾网上的他的活动，将他的原住民议题，除了让去美术馆的去美术馆的观众看到之外，也可以让一般的大众关心一起来关心原住民。1988年开始，蓝屿岛上的岛主在抗争的岛，把在蓝屿岛上的所有的岛主都设置。就算呢，如果他没有宣传到蓝屿迁到台东县南人乡，那他下一个会成为一个部落，这也是会让我们他很担心，让我们很担心。那第三个就是在讲亚洲水泥侵占巴林县他们部族的土地这件事情，那这个侵占会让这个亚洲水泥全程不是山，让这个带生物的水泥成安。第四个就是在南部南沙五个，他们在他们打的国家，他们打的都是这些国家，那南沙五区的话，南部的这个区域内部的这个区域，这个区域的裂地跟农地会因此全力受损。纳玛夏公使之前，就将纳玛夏区划入到邻国家。